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陈立豪请所有的投资人今天认真的看完我的节目，然后各位绝对什么都不要想，赶快跟着陈立豪打江山。我今天要求所有的投资朋友们，再次的请你把你手机的照相功能全部打开。我如果今天所验证的东西，我陈立豪亲代的会员注意听好，等一下我们在电视上拿出来的证据，如果有任何一档股票是造假作弊，我退出股市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今天认真的看完我的节目，我一直跟你们说过，人的一生当中有非常多的机会，当机会到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办法去抓住？各位，什么叫命？什么叫运？命，你的出生好不好就已经是注定的，但是你的运你是可以改的。当你遇到一个不造假、不作弊、不欺骗、不吹牛的老师，你要好好的去把握他。当你遇到一个真正可以用手机去验证的老师，你要去把握他。各位，我们今天就来开始验证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在该开始跟你验证之前，我先让你看一下8月20号，各位注意听哦，我让你看一看为什么我一直跟你强调，尤其这几天连续5天，我特别跟你讲，你要特别注意，这个行情已经是越来越恐怖了。各位，你看完8月20号我怎么分析给我亲代会员的资讯，你看完之后你帮我竖起大拇指就好，你就知道我早就告诉会员这个大盘绝对死路一条。各位请看8月20号，8月20号会员早上好，大家还记得在8月16号我所说的 0.618 的22599附近的位置，今天要来了，这个位置将是测试人性弱点的最佳时机，22599。好，各位注意哦，8月20号我就让你看一下8月20号，各位请看，来你看8月20号，回到8月20号，各位最高多少？22545，有没有？是不是22545？是不是最高？是不是最高那一天我已经在警告会员了，8月20号我已经警告会员了，我说这个就是怎么样测试人性弱点的最佳时机。我也说了，目前主导美国股市的因素其实只有一个，就是降息，降息仍然是老掉牙的问题，但非常有用。为什么？因为对台湾的投资人，各位要懂得什么叫做温水煮青蛙，是吧？什么叫温水煮青蛙？各位，什么叫温水煮青蛙知道吗？温水煮青蛙就是说啊，你不知死活啊，很多的投资人带着钢盔往前冲啊，不知死活啊。所以我当初就告诉你，你要特别注意，你要跟我们一起来回做价差。你再看，来，当初我就说你会开始这样温水煮青蛙，目前没有任何的消息是利空哦，各位注意哦，目前所有当初在大盘在涨的时候，在大涨的时候，绝对没有利空的消息，都不会有，都不会有，报章媒体杂志全部在讲多了，只有陈立豪告诉你要特别注意。你看什么叫温水煮青蛙的道理，目前没有任何的利空，那连每一次分析失败的长书将军古月涵，各位你看哦，我还特别提到他，为什么我要提到他？他每次出来讲话大盘绝对死路一条了，他每次出来讲话讲股票会涨，绝对是绝对一定跌了，反向指标，我在股市30几年了，我都验证过了。所以各位，所以我说啊，连每一次都分析失败的长书将军古月涵又出来喊话，台股最坏的情况他说已经过去了，真的是这样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你看他刚又出来说喊话，台股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的时候，就要特别注意小心啊，各位看到了没有？你看到了吗？其实大家如果真的明白什么叫三大法人及主力大户都没有方向，只要一下指昨天的成交量马上从4000多亿缩到3000多亿、哦、各位看3000多亿有没有、哦、就可以看出就是运气主导为主。所以我们的操作模式就是再次的逢高获利，出场兼放空。
各位帮我鼓鼓掌好不好？全国第一名的老师呢？开玩笑，全国一流的老师，八月二十号就告诉我的会员，八月二十号那就是最高价。各位来，你看进入了九月份，八月二十七要开始，八月二十七要开始，我跟你们讲，看看来回做价差的、来回操作的力量，好、哦、吓死人了。八月二十八，我又再告诉你来回操作的神奇力量，哈、哦。八月二十九，再告诉你哈、哦，知道什么是来回操作吗？啊、哦，八月三十号，我又跟你讲来回操作的神奇力量。九月二号又跟你讲，再看看，再想想，什么是来回操作的神奇力量？好，九月三号的昨天，再跟你讲来回操作的神奇力量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有看到哪一个白痴老师会这么的用心在跟你讲股票吗？你有看到哪一个白痴老师会花五天的时间在电视上都要花钱的呢？还要告诉你一个观念。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大盘来回做价差，你偏不信。今天台股指数，各位往下杀，盘中跌了1170点，很多投资人哭哭啼啼的。今天很多人来参加我的会员哦，今天收盘之后，很多的人打电话到公司，甚至到公司来参加我的会员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造假、不作弊、不欺骗、不吹牛嘛。我八月二十号就在告诉你要特别注意，温水煮青蛙。你看，我八月二十号就告诉我的会员叫温水煮青蛙。八月二十号，我要提醒你，每次都来出来分析，每次分析都常输的将军，常输将军古月涵又出来喊话，台股最坏状况已经过去的时候，就要特别小心了，就要特别小心了。你看看我讲的对不对？各位，我是谁？我是股市一流的老师呢。你知道很多的外资法人要聘请我去当顾问呢，你别的没跟呢，我就不想，因为去那边第一个领的钱又少，然后在那边坐在那边分析给一些阿呆看，有必要吗？你们看到陈立豪的节目，你们跟着陈立豪是你们的福气啊，真的。所以各位，我连续五天在跟你讲来回操作的力量，神奇力量。各位来，这个你昨天有看到吧？这个你昨天有看到吧？好，各位来，我先让你看一段 VCR 好不好？看一段 VCR。我昨天不是跟你讲吗？做股票不要只有做多，你要学会放空啊！你不相信对不对？请看 VCR。另外一件事情，我要利用电视节目告诉我亲代的会员，其实有时候你们勤劳一点点，好，勤劳一点。有时候盘中四个半小时，我知道很多投资人，十个投资人啊，八个是只会做多，你知道吗？十个投资人大概只有两个人会去放空。那我说实在的，我这个人哦，我做股票我很灵活，我会做多，我也会放空。但是因为我很多的会员哦，他不习惯放空，所以常常那一段你有没有放空的那个股票，他就没有赚到钱，很可惜，真的有个可惜的。我已经跟你们说过，做股票你要两边来回做价差，你要懂得买股票，要懂得卖股票，懂得卖出去之后，懂得反手再放空，再来回补。各位，你两边赚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我在电视上我尽量比较少讲放空？很简单，因为十个投资人八个都说做多，我于心不忍。我是很有善良心的人，真的，我于心不忍。只是各位，你放着这种行情，十年难得一见的超级大行情，你不学着放空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有时候这里有时候放空很好赚呢，马上赚钱大赚。你不相信，你今天来看我的节目，你认真看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有看到吗？我这几天一直跟你讲待会做价差，昨天还特别跟你讲你要学会放空啊。今天马上跌1170点给你看。各位，你看昨天来，这是昨天的节目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昨天的？我昨天为什么要去放空台光电？为什么我要放空台光电？你看看来，你看台光电今天收盘收468，杀到465。各位，我昨天放空的呢，
昨天放空的，昨天九月三号，你昨天节目也看到嘛，对不对？我昨天为什么要放空四星 KY？ 我昨天为什么要去放空四星 KY 2670到2690？你看，来，各位，到了今天2395，最低还2335。各位，你用2670去扣2670去扣掉2335，你看看我昨天空到今天赚300块，赚300多块啊！那我请问各位，当我在这个地方跟你讲的时候，我到底要高兴还是到底要为你悲哀？我昨天为什么跟你讲我出股票跟今天放空？你看我的侧标不是打给你看了吗？刚刚 VCI 也给你看了吗？你要学会放空嘛，各位。你看昨天我是不是买到了红硕？我昨天是不是赚钱出场？我昨天是不是赚到1935我就出场了？如果各位，如果你看你我昨天赚100块就出场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出场，你看今天杀位到哪里？1630，你看。各位，我昨天是1935出光的呢，1935出光呢。各位，今天杀到1630呢，那个价差差300块呢。啊，我放空的四星 KY 今天也到今天也赚300块以上呢。啊，我放空的台光电到今天也是赚钱呢，全部赚钱呢。各位，你看看昨天为什么要出？昨天为什么要出君豪？为什么要出150到153？各位，你看今天最低打到哪里？你看今天最低打到哪里？今天最低打到133.5啊，133.5。各位，我昨天是出150到153啊，昨天到今天全部命中，昨天放空出场的全部命中，帮我鼓鼓掌。各位，你觉得我就这样而已吗？你就觉得我这样而已吗？各位，再看看今天好不好？各位，把手机照相功能全部打开，把手机照相功能全部打开。你看看今天早上8:30左右，8:30还没开盘，我告诉会员去买进有5档股票的分析，5档股票的价位完全命中，完全命中，完全命中，你没有听错哦，完全命中。八点半我就告诉会员，今天只要开低杀盘就是抢股票。各位，我们今天大盘大跌我还大赚。各位准备好了没？你手机照相功能打开了没？我再给你10秒钟，因为我喜欢去做验证，我给你10秒钟。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来各位，来跟你验证今天的之前，你看看我昨天放空的台光电。各位，昨天放空的台光电，昨天放空的，昨天9:04就讲一定会来到接近498到508。你看昨天，来你看台光电，各位注意看昨天，昨天的最高多少？来，昨天最高507，我9:04就讲会到508附近，各位完全命中。你看昨天最高507空到之后，今天马上大赚，马上大赚。所以各位，我昨天放空，9月3号放空，到今天各位马上赚24块，放空也赚24块，而且马上回补反买，马上回补反买哦。各位，回补反买到今天再赚16块，真实富贵千真万确。我有一个会员有150张，他有150张，光今天反买放空反买，各位光今天大盘大跌将近1000多点，他还赚240万，还赚240万。台光电，各位来，你看看我怎么做股票的，来，准备好了哈，让全国的观众看一看，为什么陈立豪是全国第一名，让全国的观众看一看，你尽量去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来看陈立豪的节目。各位注意看，今天两个字，今天两个字哦，可以移动的哦。各位几点？先看几点？8:31，好，8:31，好，各位注意看，会员注意，今天机会又来了，拜托，勇气、霸气、行动力拿出来。今天开盘前，我们先来看看运气好不好，抢一些股票。各位注意看，第一支台积电888，注意看哦，你先看第一时间点了，来。各位，今天台积电最低多少？888。
各位888准不准？准到吓死你。所以各位看，今天两个字，第一个台积电，再看看各位5443均豪133到135买，好，133到135买。各位来看均豪，各位看一下均豪5443，今天最低多少？133.5。各位今天最低多少？133.5。你看我讲多少？133到135买，各位准不准？准到吓死你呀！再看，再看，各位，台光电有没有？台光电，各位2383台光电460到465放空回补兼反买，放空回补兼反买，各位，昨天我是不是放空？昨天我是不是放空？刚刚不是跟你讲吗？我昨天是不是放空？是不是放空赚24块？各位，我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460到465，哎，兼反买，反买哦！你看今天来，你看今天来2383，各位今天最低465，我有很多的秘密，我就是不跟你讲。各位全国第一名一流的老师，各位再看，再看，再看，再看。各位3680的加登505到510买，好，诸位加登哦，好，510哦，哎，510来，各位最低510，各位有没有把你吓死？哎，有没有吓死你啊？有没有把你吓死啊？各位再看来，再看3661的四星，2380附近2400放空兼回补翻买，各位，昨天我是不是获利兼放空？我昨天不是做，哎，我昨天不是获利兼放空吗？有没有？你看，我昨天不是获利兼放空吗？昨天不是放空吗？哎，第一时间2380反买，你看四星 KY， 第一时间2380反买哦，2380反买哦，还买到最低，还买到2335嘞。各位，你看拉到最高多少？拉到2470，赚了80-90块，赚了80-90块。各位，全国第一名的老师，哎，全国第一名的老师，各位，你看一下，今天两个字，今天两个字，好不好？台积电888，再印证一次给你看，来，台积电最低，今天最低888，好，已经出场了，短线上已经出场了嘛？各位来，均豪。最低133到135买，有没有？好，来均豪，来，今天最低133.5，而且我冲掉了，我等下拿给你看我们赚多少钱。好，各位，你再看看来，各位，台光电刚才讲过了，加登510完全命中，四星完全命中，各位几点？早上几点？早上8:31，全国第一名的老师啦。我跟你说过，很多的投顾老师要跟我比还差一大截，真的真的还差一大截。所以各位来，我让你看一看今天逢低买到的股票我们怎么出股票、啊、来看，你看我们怎么出股票好不好？各位，今天大跌我们还全面大赚。各位，台积电赚17块，台积电赚17块，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17块出场了。加登真实富贵千真万确赚23块，510买的嘛，510嘛，对不对？台积电888嘛，对不对？各位来，四星 KY、哦、买到的有没有赚90块？真实富贵千真万确10张就好，90万。各位均豪更厉害，均豪有没有看到？均豪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哎，我有个会员有200张，我有个会员有200张均豪，各位赚260万。如果有造假作弊，我陈立豪退出股市。全国的观众，你今天看完电视节目之后，你赶快去看别的老师。如果哪一个老师跟陈立豪讲的一样，说：“哎，我如果造假作弊，我退出股市，我陈立豪马上退出股市。”各位，我在股市啊36年了、啊，我看到很多的外资法人、主力大户形形色色。我不是跟你讲过三大法人就是三大王八蛋吗？
我昨天在电视上不是跟你讲吗？如果你跟着三大法人在做股票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与其死路一条，倒不如早点退出股市，就不要做了。我昨天不是跟你这样讲吗？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不会欺骗，不会吹牛，我从头到尾验证给你看。如果像这样的老师都帮不了你，没有第二个老师可以帮你，真的。所以各位，明义大师说用5.3万美金炒股可以赚到3亿美元，各位，我相信，我绝对相信。所以各位，绝对不会是天方夜谭。你今天300万变3000万，有没有可能？可能性非常大，马上来电。各位，你看这个行情上下最震荡这么大，上下行情震荡这么大，跌了1170点。各位，你这种行情10年难得一见的超级大行情，哦，不对，百年难得一见。百年难得一见的超级大行情，你不跟着做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刚刚 VCR 不是给你看了吗？你如果这种行情十年难得一见的大行情，你都不跟着做，来回做价差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所以各位，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帮得到你。你没有电话来，我真的帮不了你，我真的帮不了你。很多人都认为，因为现在很多人被骗怕了。被那个诈骗集团骗怕了，但是各位，我陈立豪在今天电视上，我要告诉你，你如果去银行汇款，要参加陈立豪，请你大声的告诉银行的行员跟警察先生，请他看我的节目，请他看我的节目，听得懂吗？那你是功德一件。所以各位，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帮得到你，好不好？绝对不会是天方夜谭哦。300万要变成3000万，机会非常大，马上来电，各位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休息之后再回来。迈向2万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万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人的一生当中，真的太多太多的机会。当机会到的时候，你会不会选择陈立豪？其实各位，你知道现在很多的投信法人跟外资朋友都很喜欢看我的节目，因为第一个我不啰嗦，第二不会去造假，不会去作弊，不会去欺骗，不是吹牛，而且不会讲一些废话。各位，你那种股市观测站都可以抓到的基本面，在股市观测站里面，在电脑里面都可以看到的技术分析，不要再看了啦。你看的越多，你只是死路一条而已。你听得懂吗？在台湾做股票，你要懂得，真的
股市是一门投资学，是一门心理学。为什么上海复旦大学要颁发陈立豪客座教授？你这样懂意思了吗？我是学心理学的人，我非常厉害，我还会分析筹码。所以今天我建议的五档股票价位一毛不差，准到吓死你。各位，很多的秘密我就是不能讲。各位来，绝对不是天方夜谭，300万要变3000万，各位马上来电，各位好不好？除非你不想做了，除非你想退出股市，那我没话讲。各位，如果你真的想要进入股市，跟着陈立豪好不好？如果我都帮不了你，没有人帮得了你，真的没有人帮得了你，好吗？各位跟着立豪一起打江山好不好？试看看，我们来试看看，绝对不会是天方夜谭哦，机会很大，300万变3000万，马上来电好不好？祝全国的观众明天操作愉快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